是不是哪岔气儿了啊？耍大牌耍上瘾了是吧？如果哪儿不舒服，姐姐给你调理调理，好不？我这每个月都挺正常的，调理倒不怎么需要了。你不会耍大牌吗？耍大牌？再给我耍一个，我看看。哦，点我呢？耍大牌？对。OK， 多大牌？吓死你！俩二，俩三，俩个三，短张大牌。俩三号好了，俩三儿，俩五管他，俩五，大牌，小马、对不起，宋小宝先生，你脑袋是被驴踢了，我脑袋是不是被？哼，你也是腕儿，你再说一遍，你脑袋是被驴踢了吗？我脑袋被你踢了，你再说一遍，再说一遍。我脑子告诉你，你要再这么告我削你啊！我告诉你，你真是哈，把你能耐的哈，你就这么出息吧你！你个还让这话宋小宝是不是该牵手了？你试试，宋小宝就不能让他这一点。你把你能耐的，这不来谈事了？这小宝怎么这样了？小宝怎么这样？你没看过拿勺吗？是谁在敲打我窗？是谁？在撩动琴弦，琴弦也别着急，打那个打，打那个打，打那个打，那个打，那个打。闲言碎语不要讲，表一表这东北小孩宋小宝。那小宝出身贫寒，没有钱，刷碟刷碗啥都干，春天土了全想变。这一天，宋小宝来了北京，行了行了，再二换，坐。我告诉你，老吴露馅了吧？啊，真正的宋小宝是个东北人，你弄个山东的来哭来了，啥都。干啥的？你是干啥的？哎呀，滚犊子！